来跳一个《新梦情》，芳华，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，感谢你们支持，晚上好。扣子挤出来了，欢迎咖啡，可以啊，肯定可以拍个视频，就是，不系腰带了吧？就是打个结，对啊，打个结怕露出来，结果还是露出来了，我也不想这样。
也不属于军装，这是80、90年代的服装。别针，没有别针哦，没有别针在吗？过敏了吗？啊，是的，有点过敏。有点过敏，来，咱们出去 PK 一下吧。真花，那对呀，真花，真花，欢迎大家，喜欢的可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关注。好了，我们家中不要说君子，这个有点敏感啊，这词有点敏感，家人们。我们家朋友们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欢迎深哥，我觉得我应该要绑一个大红花，一边绑个大红花，可能才会正常。谢谢皮哥掌上萌猪，谢谢皮哥掌上萌猪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谢谢。哎呦，我现在 PK 好像能听到对面说话的声音，但是不见人。欢迎大家，我们在朋友们喜欢可以点点关注。来吧，找个跳舞主播 PK 一下吧。谢谢 PK， 哦，谢谢 P 哥，谢谢 P 哥送来的万象烟花，感谢支持，谢谢 P 哥的万象烟花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我刚刚把你喊成 PK 了，所以你就把 PK 就少一个字，就少一个字。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晚上大野猫晚上好啊。P 哥 PK 真的很像，就差一个一直是差，对吧？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呀？家人们，是不是的呀？欢迎奈，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，当然可以加一下粉丝团。今天为什么连不到人呢？很奇怪呀，是因为两天没有播了，之后咱们就是说，咱们说人气有所下滑嘛，很奇怪呀。跳起来，好嘞，等一会儿跳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家人们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说话声音很小吗？我把那个声音调小一点。谢谢小吴邪，过段时间就会户外直播了，家人们。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户外直播了。我每周休息一天。小芳啊，不会跳，小芳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音乐？有没有合适的音乐，家人们？可以跳小芳合适的音乐，我可以跳，没问题。哎呀。这两天只要常都不下雨，我就出去跳舞。如果下雨的话，我可能就不能够就是说就跳舞出去播了。万江，你们帮我多想几首歌，一会儿跳好不好？你们给我多想几首歌，然后我等一下去跳。欢迎大家，见朋友们喜欢了可以点一点关注哦。晚上好。涂个唇膏吧，我们就小玩一下吧，我也不知道看能不能玩。荣花也行，好的 ，Stereo 哥哥，一会儿跳。荣花万江还有什么？
难念的经，说是难念的经，我就上一次我记得我就是上一次去那个上一次唱那个难念的经，真的很恐怖啊，反正就是真的是吓跑过。难念的经真的是难念的经啊，好难。欢迎路，欢迎情缘，离别车站啊。离别车站也可以跳，其实我刚准备跳舞，哎、来了巧，就是咱们就是说，那你打个才艺吧，才艺行啊，刚好要跳舞了，打个才艺。我们是总榜还是？你来定吧，你来定吧，我来定。对，那定完了就总榜吧。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啊。就直接开始吗？嗯，直接开始吧。行，好吧，好，闭麦。嗯，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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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大气蓬勃一点的音乐，家人们？有没有大气蓬勃一点的音乐？就是那种适合不？适合打仗吗？谢谢申哥。没有啊，那你帮我想一首可以吗 ，P 哥？你帮我想一首大气蓬勃的音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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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那种适合干仗的那种，七剑战歌，我说适合干仗的那种，七剑战歌可以吗？打总票，谢谢 no no。这个人是人才，这个人是人才，可以，这个音乐很 OK， 很适合就是干仗的时候。谢谢 no no 给 no 支持啊，谢谢。咱们 no 就是说，马上 no no 也快直播了，家人们，我们给 no 一点关注啊。no 是唱歌 ，no 唱歌可以给 no 点关注。那唱歌还不错的，还不错。谢谢 P 哥，古风飞机好好看呀、哦，好好看哦，古风复古飞机，复古飞机，哇！现实中还有这种飞机吗？谢谢 P 哥，谢谢霸王，感谢 P 哥复古飞机。现实中还有这种飞机存在吗？谢谢谢谢。谢皮哥先生，感谢。好看绿色，我很喜欢绿色，我喜欢那种绿色，还有淡蓝色、蓝色、绿色。我以前很喜欢白色，我觉得白色一般般了。我现在比较喜欢那种蓝色和绿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，就是自从就是来到抖音以后，跳舞穿古装穿的比较多，所以就是对那种古装蓝色呀、绿色呀就很喜欢。就很喜欢，噔噔，然后还有粉色也很喜欢，淡粉色。我以前小的时候很讨厌粉色，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的衣服就是灰白黑。后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只有黑白灰了，是因为我妈跟我说小时候怕弄脏，所以穿黑色比较多，然后还有灰色，这样子耐脏一点。真的，我以前就是可能因为穿那些颜色比较多吧，就对于这种颜色比较多的我就不喜欢，我就觉得，好幼稚呀。但是现在就比较喜欢那种色彩比较多的。很奇怪，你们喜欢色彩多的吗？颜色比较多，就是感觉吧，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？看上去就很开心，感觉心情都好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超级哥哥送来的粉丝团，感谢支持。最后五十秒了，家人们，最后五十秒，我们一起守着塔，我们一起守着塔。谢桃呀，我们守塔了，守塔了，真的守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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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要守塔了，家人们，守塔了。天哪！最后28秒，
捧个糖。谢谢奇遇送来的花花，感谢奇遇老婆的花花。我们这一局还能不能够一起守一下？感谢支持，谢谢奇遇老婆的花花，谢谢支持。最后三秒钟，我们一起。谢谢蓝色哥哥送来的古风飞机，感谢。差一丢丢啊，谢谢。感谢皮哥，谢谢 S 哥哥，谢谢闹闹，感谢奇遇老婆，谢谢涛哥，谢谢大唐玄奘，谢谢霸王，谢谢生哥，谢谢嘉怡，感谢杨老婆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。这一把我们第二名，来哥，谢谢大哥们辛苦了，谢谢二哥，谢谢云愁，生哥但是谢谢羡慕，谢谢乐天，谢谢大哥们辛苦啦。来，我来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，绝活，绝活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咱就是跳个舞，顺口一说，跳个。谢谢谢谢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。红枣树，这两把 PK 打的好屌。红枣树，希望喜欢。我们看看古风舞蹈。嗯，爱上结婚有关系。曾走过的路，当初离开家的时候，早说花香开满枝头。每当我孤独的时候，就想起家乡一草一木。红枣树，家乡的红枣树，儿时我爱过的脸，现在你身在何处？红枣树，家乡的红枣树，随着那蹉跎的岁月，你是否依然花香如故？厉害厉害，谢谢佩仪，辛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跳就裤子掉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献丑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没有看到，我都没有看到裤子掉。行，那我们改天见哟。好，明天见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，仿佛回到了50年前。我后面应该贴几个海报，贴几个那种海报，就比较更像了。嗯，刚 S 哥说想看什么绒花是不是？是这个吗？刘峰和小平小是绒花吗 ？S 哥哥。Thank you.
特效，哎，我脑袋有点儿呀。我刚刚还在跟哥哥姐姐们吹，我说我第一次认识小佩仪的时候，小佩仪是个网红。我从刷抖音的时候，我认识小佩仪了。没有，没有，哪有？我不是网红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真的，你在我心目当中。谢谢谢谢，都看了都看了，谢谢。咱俩玩个不一样的。小佩仪，什么玩什么？别跳了，真的别跳了，我跳不动了。好呀，可以呀，你说，我也是跳不动了。才做完治疗，然后就是，你不能别跳了。可以，我们就是玩什么？女的点子比较多。三种小动物。啊，三种小动物。我们不能出声，只能用动作形态去模仿。哦，然后猜那个动物是吗？对，私信，到时候我们俩发私信，然后让对面的哥哥姐们猜出来。可以啊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好不好玩？可以。OK。啊，这一把刚好八分钟，十分钟啊，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八分钟的。这一把我就不玩过程了，因为我刚刚蹲了一会儿，蹲的膝盖疼。那我们就不玩过程呢。嗯，对，反正一会儿还要攒足体力去模仿小动物，好吧？说不定是我呢，怎么就是？好，那就总票呢，还是盲我呀？好，闭麦。哦，开始了是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嗯，就八分钟了，够了。好，可以。嗯、我这十二生肖就最后一个说出来我，来我上次就是。猜动物，我猜的我心太崩了都。谢谢大家。嗯，我们不做评价，家人们各有优点的。欢迎梅子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，大家可以加一下粉丝，免费一起上。最后七分钟，谢谢 S 哥送来的抖音，感谢谢 S 哥抖音，感谢支持。我就是一般，我经常在直播间即兴跳舞，真的，就是已经训练出来了。一首歌，我就要看歌词，我就知道怎么跳，
就是按我就是可能当时的意境，然后我就会去当时这个意境就是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会根据这个意境，好，根据这个曲调，然后当时我就可以就是说跳出来。欢迎大家，不行，这把有点难加，我们可以一起守个塔。这把有点危险，我们可以一起守个塔，家人们，我们有条件的可以一起守个塔，感谢支持，欢迎李哥哥，我们有条件的可以一起守个塔，家人们。还有6分42秒，我们还有喘气的机会吗，家人们？我们还有喘气的机会吗？谢谢贤哥，感谢贤哥，欢迎白菜哥哥，可以是天生的舞者。我一开始跳舞的时候也不好，就是我被老师。天天毒打我一个人，就老是老看我一个人，老打我一个人，老看我一个人，我当时好害怕，可害怕上舞蹈课了，可是又没有办法，又不能不上，我当时就真的退学了。我读高中的时候说老师我不行，我退学吧，我不上了，太痛苦了。后来还是坚持下去了。谢谢白菜，感谢风雨，还有6分钟，家人们，感谢 S 哥哥送来的比心嘟嘟，感谢 S 哥哥的支持，谢谢 S 哥哥的比心嘟嘟，谢谢你。后面这个条件真的很好呀，谢谢用户。谢大唐玄奘，感谢九九，感谢大唐玄奘哥哥送来的星星支持。我觉得漂亮是一方面吧，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基础的，所以老师想让我早点就是学出来。谢谢白菜，谢谢情长哥哥送来舞蹈鞋，这真的被打了好多次呢。特别是在长沙集训的时候，老师也是盯着我一个人，盯着看我一个人，看我痛苦当时。谢谢霸王，感谢，谢谢而立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守个塔。谢谢 JK 哥哥送来的嘉年华，我嘉年华语少一个语字。谢谢，天，我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嘉年华下雨了。我的天啊，这真的是，不敢说话，我真的是不敢说话，我不敢说话，直接放音乐吧。欢迎奎哥哥，这是下雨吗？这是，我们给这个关注点一点啊，把它给我按在公屏上，不是不能说按，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放在公屏上，家人们。我的天呀，等一下，这什么情况？18个嘉年华，什么情况？我们是八个还是18个？我没看懂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没看懂。谢谢，感谢我们一起感谢一下 JK 哥哥，感谢支持，谢谢对方十哦。吓我一跳！我又看不懂，突然。